觉得孟蔚圆的舞台就她的声音音色跟她的整个一首歌的编排跟旋律词，这首歌一听下去，一听下来就是觉得是有灵魂，就也是因为她有这样方面的一些能力表现力，观众很容易会被带进去这个故事里面，带进去这个灵魂歌曲里面，所以这也是他的优势。我自己觉得我也非常被打动了那首歌。